是正宗，是按摩还是洗脚的呢？别想关心我，我饿了，快上菜，我要吃河蟹。客官，请尝一下。这感觉如同置身江河，鱼群扑面，妙不可言。呸！虽然有鱼味，豆腐始终还是豆腐。此其行性，见之万物，终身不凡。你终究被豆腐的表面所蒙蔽了双眼。官无其行，其行已行。豆腐再有余味，其根本也只是豆腐。妖再扮成人，也是妖。你到底想要什么？来河鲜店，自然是吃你们这群河鲜，不然还能去插手不成？进门以来，有一妖从没被我的
性爆裂，闪喷火。我嗓子哑了。值钱的？值钱的有啊。你有钱看吗？你都不让我看，你怎么知道我没钱？你不出钱，我怎么知道你有钱没钱啊？好啦，你们都别吵啦。来，带你们长长眼。锦鲤代表着吉祥，代表着心想事成，代表着超越。这么大头锦鲤，红烧出来一顿吃不了怎么办？暴殄天物！锦鲤呀，大锦鲤。哦，算了，你知不知道它最值钱的是什么？什么？锦鲤之泪嘛。啊，可不是每条锦鲤都会流眼泪的，你有吗？你也太小看我们感化妖怪的能力了吧。这是真的？这得多少钱啊？四两。什么？六两。啊，八两。我的天啊，八两的拳头你有没有啊？我知道你是谁，但你的妹妹
孙女救出来，你俩有多远就走多远，好吗？此时一过，我就在此地等你。嘿，干活了。去哪儿啊？走完就撤。你去哪儿，哥？来吧。谁是老鲤鱼的孙女？我。你爷爷叫我救你出去。英雄，能不能把我朋友也救出去啊？你爷爷只出了救你的钱。你们人类就只认钱啊？那又怎么样？你走不走？丹珠不走，我也不走。能救就救吧，要不然一分钱都挣不着了，也费不了多大劲。来，你们俩现在穿得太花哨了，来换个低调。快穿上。小伦，怎么了？看到我们脖子上的项圈了吗？只要带着它，飞人一吹小魔笛，我们就会被活活勒死。柳烨就是这么死的。魔笛是什么玩意儿？在哪儿啊？就在西侧的密室里。去吧。我。要不你留下来伺候他们俩。那我还是去吧。换上吧。
叫福大命大，对不对？一看你们就没少喝自己的眼泪，趁他们还没有追过来，你们赶紧走啊！英雄，这里离临河很近，可离月圆之夜还有几日。什么意思？为了我孙女的安全，我想在你们家再多住几日。我老鲤鱼，你这是得寸进尺。我们没把你断了已经够给你面子了。你凭什么这么跟我爷爷说话？我奶奶我就这脾气，看不惯你走啊。爷爷，我们为什么要在这受他们的气？我们走。站住！英雄，我想求你最后一件事。老头，你要觉得那件事能一直威胁我，你是不是有点小看我的风度了？我是很诚恳的。还有，如果你说的是真的，那我是不是应该杀了他？英雄啊，我相信你这把刀是用来保护珍惜之人的，而不是用来滥杀无辜的。举手之劳嘛，举手之劳嘛，何必这么客气呢？啊，接着，妹妹。哥，哥，啊，他们是妖王，那么认真干嘛呀？啊，人家来咱家做几天客啊，热情招待啊，随便住，随便住，走了，这得留着，这挺值钱的。哎呀，什么时候能学会先敲门再进屋啊？啊，你懂不懂什么叫保护个人隐私啊？啊，才不外露，才不外露啊！你现在知道注意隐私了啊？你注意隐私，你把他们往家里带。哼，是这样啊，听我说，有句古话怎么说来着？叫拿人钱财与人消灾。咱们做事得有点起码的职业道德，懂吗？哥，一个猎人帮猎物已经够让人笑话了，你还让他们住自己家里，你想干什么？养宠物啊？而且那飞刃是什么人呢？你打他的主意会死人的。死人也是他死，就他们那种货色，你哥过去一刀一个，一刀一个，一刀一个，一刀就够了。你拉倒吧你！从我记事开始，你那把刀就从来没有拔出来过。切，也不是我是真刀不是假刀。哎，这都几点了？你赶紧回去睡去。睡前别忘了自己擦药。都多大了，什么事都让你哥给想。走了。以后你嫁不出去。多大了都不知道自立。蛇女会发现你吗？不碍事。
明天就是他集齐100名金魄的日子了。倒是你这边真龙金身如今可有下落？不着急，不着急，该来的始终都要来。小平，今天的腊肉买一送一了。小静，小平，小平，你怎么了？英雄，你不必担心，飞燕只是给他下了迷药，一会儿就会醒的。迷药，迷药，迷药，迷药。哎呀，哥，我怎么了？爷爷。爷爷。生了。
病死，任何药都逃不过。爷爷，你不要走，你会没事的啊。燕兄，我求求你，我要走了，我求你保护好小鸾。把他送到临河处，让他走，否则恶龙重生，天下将生灵涂炭。爷爷，我不走，我要陪着你，我不走。好，我答应你。你能发誓吗？不能。我既然答应你们，就能做到。爷爷，我不想走，我不要走。爷爷，走！我不要！你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这回可不要再骗我哦！哎呦，放心放心，放聪明点，知道吗？亲自抓回来的，好，太好锦鲤之类，你跟我能摊上这事吗？哎，你说的好运气呢？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啊？不知道，走一步看一步吧。兴许熬过这月圆之夜，就没咱们什么事儿了。对了，哥，那飞刃武力那么高强，你是怎么打败他的？那么好奇啊！啊，我回来你心里不高兴？不是，我是怕你受伤。这就喝多了。自己房间睡吧。爷爷，不要离开我。爷爷，不要离开我。金魄，现如今也是登峰造极，这天下将无人能敌。你可真是油嘴滑舌，今后必不会亏待你们。姐姐，
如今神功已成，需要休养身心，特地为姐姐准备了上好的补汤。嗯，明天就把这个毒汤给蛇女喝下，到时候她会死掉，但她的筋魄又不会消散。真能复活了以后，她的位子就让给你喽。这怎么了？小栾觉得陆地上太干了，把水都喝光了。那这酒坛子……哦，对了，他把你这些酒都喝光了，都喝多了，我都弄不了他了。那人呢？嗯，在那儿呢。现原形物。
见着了还差这点儿啊。何勇啊，师兄，人妖哥近在咫尺，为何突然停止前行？师妹，人有三级，替我把风。你去哪儿啊？我很快就回来。你在干嘛？哎，你说你哥哥他会喜欢什么样的姑娘啊？我怎么知道，我又没见他谈过恋爱。你说怎么没有男人喜欢我呢？是不是因为我穿得太爷们儿了？你们妖怪不是都会变些法术吗？嗯，你给我变几身漂亮的衣服呗。来吧。好吧，我试试。来来来，来吧。前三十，所以能杀他的人至少有29名，想找出此人恐怕不易呀。伤口这么整齐，像是刀伤，天下恐怕只有一人能使出如此刀法。师兄难道说的是他？小栾他没有回来了。
对人家负责啊。好啊。前有一个柳一刀，现在又多了一个天道天心，有意思。该轮到我出场小飘，你在干嘛呢？你是在等哥哥吗？小飘，你在干嘛呢？小飘。快去找剑水，绝对不会。
小飘这是怎么了？鬼刀，你可想好，罗刹院不是你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的。凭你们还不配。那他呢？今天这样，后来我听说，只有金水才能暂时压制他这种病情。这就是我这么疯狂敛财的原因。小这一桩啊，这也是为什么小飘这么不喜欢妖的原因。对不起啊，我之前都错怪你了。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，我就是想让小飘好起来。我这些年我带着他，我走遍了五湖四海，我遍访名医，我没一个人能救得了。哎，你说你们人的病是由人来医，而我们妖的毒是不是也只能是我们妖来医好？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我爷爷倒是有一位旧友叫龟神医，听说他的医术特别好，你倒是可以试试。鬼神医在哪儿？他就在不远处的山里。收拾东西，马上去。哦，好。小亮。有妖，我不用来。求你，沈桂英，他俩都是好人，救过我的命的。救过你的命，又不是救过我的命，我凭什么救他？这沈桂英，我求您发发慈悲吧，我求你了。罢了罢了，既然如此，我便救他。但是我救人的规矩，你是知道的，要救他。那就要拿心爱的宝贝来换。你有什么宝贝啊？我没什么宝贝，我就当我妹妹是宝贝。
你把他救了，我把命给你。我要你的命干嘛？我看你这刀形影不离，他是不是你的保卫啊？哎，这杀人的刀我本不喜欢，但从你手里拿走就等于救人了，放这儿吧。相信你这把刀是用来保护珍惜之人的，而不是用来滥杀无辜的。如果那一天真的到来了，你还有你的妹妹都难逃一死啊。当年你背叛师门，
没事干。你又是谁呀、啊？他们的，他们的，老东西，快把经理给我交出来！龟神医，龟神医，怎么回事？前辈，前辈，前辈，小兰呢？小兰呢？小兰呢？被带走了。知道，我不是刘小飘，你也不是刘一刀。之前我跟你说，我觉得我的运气已经很好了，是因为我有一个像你这样的哥哥。这些年，你一直忍辱负重，隐姓埋名，就是为了照顾我。这我都知道，哥，我长大了，我能照顾我自己了。在这个世界上，还有很多人比我更需要你。你去吧，你去吧。
天道和天心吗？怎么搞得这么落魄呢？啊！没事没事。妖孽！伤心的嘛，啊！以前就听说天道和天心合体的话，天下无双。现在倒下一个天道，剩下一个天心，怎么就变得不堪一击了呢？说尽如人，要杀妖怪，悉听尊便。你说的啊？来来来，赶紧去拿我刚刚熬好的高汤，让他们尝尝。好嘞。你想干什么？你要记住。我是来害你的，我是来帮你的，我帮你报仇。终究还是来了，刘一刀。啊不，是鬼刀。少说那些没用的。今天我来到这里，就不会让你杀了小兰。哎，你说他吗？他不是吕京，他是黑龙转世啊。小兰是黑龙转世。今天的这一切都是他的使命所归，不关我的事啊。想要黑龙转世，先问问我的刀。我，你们给我拖住他。
们接下来去哪儿啊？我答应过他，送他回去。接下来什么打算？师父下的命令，就算完不成，也要回去给他一个交代。哼，讲究。忘了吗？嗯，我小师妹天心就交给你了。师兄，他一个人回去受罚，总比你们两个人强，对吧？什么时候能学会敲门？哥，你说我这伤都好了，你还在弄这些破玩意儿？那我都弄了大半辈子了，这也算我一点小小的兴趣爱好，对不对？再说了，这么多金水放着也是浪费呀。你再给他弄回这个女网吧，行个点事不行？哥，那个小梁他都走了一年了，什么时候才能回来看我们呀？哦，我听啊，咱们邻居说，这些龙族如果想要再回到陆地上，那就只能赶上每年的8月18钱塘江大潮，潮水最凶的那几天，然后借着潮水的势力，才能回到陆地上。所以等等，这马上就是8月18了。